最爱的大 T 哦，终于轮到它。因为呢，这件大 T 就像我这样穿就好了，非常简单好看。里面你要穿什么都可以，家里的短裤、长裤、毛巾裤什么都可以。但我的习惯呢，就是想要走 oversize 哦。那大家再次的给大家推荐一下，我们这一次的面料又再升级，因为呢，大 T 顾名思义要方便，方便又比较重。这一次在版型上面帮大家做了瘦小腰、小裙裙的概念之外，这一次我们直接车上反折袖，经典的刺绣 logo， 外加今年超级流行的大爱心。那我们这个爱心是有点类酒红色的爱心，所以呢，它不会到非常的突兀，它呢很像洋装的长度，它不至于就是那种好像到了到屁股大的那一种有点尴尬，到底要穿还是不要穿的那一种。这一件呢，它是做那种比较浅粉色，就是那种可以让你有那种好气色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是每个女孩都可以驾驭的哦。我觉得它这个双色真的是非常漂亮，然后图案也是极度大推给大家，真的是很可爱耶。